各位同心，各位同志，众将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精神真好，但是我相信是因为搁等下要回去厝呀。我今日是这个所在，爱予咱所有的同心啊，要了解讲，为即马开始，无论这前半年，咱要做啥物款的工作。第一点，我要问各位同心，台湾民政府要接到政权，你有相信无？有。你有信心无？有。不是干那话有就好呢？看我的面就知，我的面敢有啥物改变？唔通讲这句话。咱接政的时阵，我会当甲各位讲，我们要全面西化。我们要将中国的不好的文化全部的去除，你不要留恋所谓的中国文化。你知道日本是怎样那会这么厉害？明治维新。对，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重点在哪？全面西化。全面的西化，就是讲过去不好的，因感觉无好诶，甚至无感觉无好诶，拢总甲改变彻底，学西方人诶工课，甚至伊诶食食、伊诶服装，你知影日本天皇从来不穿和服，你敢知影这代志？日本天皇从来不穿和服。你啊看，日本自从西化以后，明治维新以后，伊连续打败苏联。连续打败清朝，甚至去到美国，甲轰炸美国的珍珠港。你啊看，伫这个地球顶端，有人敢直接打去甲美国、甲日本人？当然，宾拉登例外，伊是用飞机甲炸。所以，日本人和美国人足尊敬的。因真惊，嘛真尊敬。即摆整个国际局势是安怎发生？美国人其实自己内心内底，因非常的惊吓，因惊吓大日本帝国再铸重建，因惊吓日本的精神搁倒转来。当然，因无爱希望讲吼日本。和台湾又连成一体，日本人跟台湾连成一体啊！卖讲美国紧张啊，中国嘛足紧张的。但是中国已经知影，台湾这块土地，伊绝对收袂倒转去，嘛无法度收，因为已经伫马关条约内底完全割让给日本天皇。因为有这个条约在，有的人会讲，有的人甚至国际法的，有很多人感觉没有所谓的国际法，谁有强权谁拿去，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我们台湾人现在要考虑是台湾以后要怎么走，中国人在我们台湾的统治，中国人在我们台湾的占领，他们从来没为台湾人替我们台湾人来设想。所以我们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为百姓设想，老百姓希望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去做。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跟我们所有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甲大人拜托，你唔通转去，阿秘书责任就刷去啊！每一摆、每一周，然后演讲的活动，您尽量去参加，尽量去和同个人交陪，和同个人来往，这对各位拢有帮忙。明仔在郡守。108
要点招，就是要分配郡守的责任区，甲因爱安怎做。这方面，郡守咱要拜托美国甲日本来甲咱训练，但是各位心内有一个打算，就是讲我们要全面的西化。当然，你免烦恼啦，西化绝对唔是歹处。你像咱即摆今日各位拄啊拄着，咱的食饭的方式已经要开始改变。咱即摆民政府的这大楼，你去的是啥？是厨房。我们要全面改变饮食文化。大家你也看，一盘菜有一个主食，两个菜，饭，安尼就是你的主食。当时后摆，恁后摆都倒转来，你会相信，你会看到咱开始用刀叉。我们不是说筷子不好啦，哦，刀叉毛不，这个筷子毛不方便的所在呢，吼，啊，刀叉毛有呢。你请我最爱食土豆的，你用刀叉是咩样捏土豆？但是呢，总是可以解决嘛。但是我们要改变了。我有常常去参观这个西方的文化，而且的饮食。我常常去看美国的学校，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里底做一个理事，有真济大学我去参观。人因食饭是安怎食饭？你要食牛肉，一个足大块。你的盘骨头给你切的，你要吃猪肉，用猪肉；要吃鸡肉，用鸡肉，绝对不会浪费。所以呢，各位你心里要有所，我们会改变。咱现在也去买那个托盘，一个人份的托盘，后摆呢，慢慢的改善。我相信，由我们台湾民政府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室的人做一个样板来改变。在今年4月28号这天的日子，所有台湾人都会记得，在1952年4月28日，这天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日。我相信您都有看到今年农历年的时阵呐，咱伫自由时，伫这《中国时报》加《联合报》的头版登了一个什么话都没有讲，干那登咱的 logo 李天官，也看下台湾民政府，啊，一个标题叫做“为百姓服务”，啊，设想为百姓设想，想来要写这句话，咱哩，让咱所有的台湾人知影。台湾民众的执政的时阵，绝对是以百姓为主，以百姓为先。你讲对不对？对。啊，对嘛，拍手一下。4月28号，那么在《自由时报》的头版，这个头版同款的物件，但是边啊要加几字，就是咱咧做球和美国。美国的什么人？奥巴马，甲伊的国务卿克里，甲 AIT 的处长，要甲伊写啥？难道你忘记旧金山和平条约应该要遵守吗？旧金山和平条约爱遵守的三条而已。第一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就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权。第二点，日本的人民和日本的财产都听从美国军事政府的支配和分配。23条，美国是台湾配偶这两个所在的主要占领全国。我们要求奥巴马
克里国务卿喊 AITA 理事长要彻底执行，你讲呢好唔好？所以咱党的人为即马转去，有且两个月时间，你会当到处宣传《旧金山和平条约》。你有滴上 Facebook 诶，请你举手。Facebook 啊，有滴画网络诶，请你举手。好，各位，我要求党的人加入 Facebook 去甲人修建。用笔战，我相信有真侪人跟我讲，有一本《新台湾论》，你跟人家笔战，从来没有失败过。当人家胡说八道的时阵，你把《新台湾》的论点、观点写出来，大家拢无话好讲。我相信你一定有迄款的经验。4月28号。即天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效日。即天，咱要提醒美国要遵守，其实不是提醒啦，做球给美国啦。我当甲各位很坦白的讲，美国的有关单位，确确实实拢有派人和咱去接洽，和咱去座谈。最近，咱的中央。政治局、事务局，那里参议院的院长、众议院的院长，都会有机会跟美方直接接触。在座各位，你也有机会，你来怎样？当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别恭喜啊，你也当恭喜啊，你要把过去在咱台湾所谓的独派的思想要去除。你要尊重法理，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到今日伊无交予你，无交予我，无交予任何人。就是你要独立，你也敢问，你同意吗？习近平在还未做主席的时阵，1999年的12月，就去跟日本天皇见面。从内部的消息跟人讲。习近平曾经企图要用金钱向日本天皇购买台湾和澎湖，当然日本天皇给他婉拒，他跟他说一句话，我日本皇族从来没有卖过东西，以知难而退。我在今年1月1号的迎新会里面，我有说两个重点，那张文告我相信你都要够有，你一定要看那个文告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过去我在上课的时候所讲的。其中两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今年的奥巴马将会宣告已经对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或者大东亚战争结束，同时愿意把台湾澎湖归还给日本天皇所拥有，安尼讲好唔好？第二点，今年来的6月到8月，美国军事政府要恢复对台湾领土这一块土地的占领，它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进来的。所以我们在4月28号能做球给美国，跟美国说你可以因为台湾民政府所有的百姓要求你要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赶快回到台湾把中华民国赶出去。当然中华民国要离开，你会怕吗？假骗会惊举手，啊，未惊举手，好，对啦，因为恁来上课就是未惊嘛。但是我跟你讲，你的周围
带伫你的厝基八边，足侪人拢足惊。会甲你讲，阿强阿要来，你会叫掠伊死。我甲你讲，我甲各位保证，若要掠伊死，我先死。安尼好无？好啦，不要紧，你免烦恼，我未死。啥我未死？我后壁还佫一个美国军事政府，这是足大杯。若讲中国想要甲美国拼武力，我甲你讲，还太早啦。所以今日伫这个所在，我会甲咱所谓同心讲，你若认为你有能力，同时你愿意加入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智库，你会加会当向咱的中央办公厅的组长林组长，林组长来站好，大家看一下，这林组长，甲拍手一下，你会当甲伊报名，有啥物代志，拢打电话问伊啦，你不要怕他烦啦，甲问，啊伊若唔知影，伊会甲问。啊、你别直接卡我，我电话接不完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可以找你的州长，你找州长，啊，找咱的州长，找州长，别直接拨一个电话就好啊。后三更半暝卡我，后早时六点几分，差不多六点，还未六点啊，五点五十分就卡我啊。大家知影我，大家拢真早起来的款，你不要这个样子，你不然你给他气看麦啊。因为我常常说的，我早上我都很早嘛，对不对？这样不好啦，这种习惯不对。坦白说啊，早时九点以前啊，别给他打电话啦。啊，晚时同样九点的以后啊，不能给他打电话。你不一定是暗公交啊，你跟他讲交叉是不对的呢。这种的礼貌要做好。咱台湾民政府所谓成员的礼貌，啊，跟这个做社会的公共道德的次序，要比别人较好。咱的制服是黑色的西装，有 logo， 帽啊有一个帽徽，上座你爱有一套啊。因为咱真侪时阵要集合的时阵，你就提出来。今年四月二八，自由时报的头版，咱要看一个头版的广告以外。咱伫六月份以后，伫全台湾要办三场大规模五万人到十万人的造势活动，要欢迎美军进到台湾来，好唔？唔是好的问题，啊人伫度，人伫度，然后爱招，我请问各位。你一个人有法多找一百个举手，两个人，咱两百个尔。分工合作，各位，你即马都要有朋友啦。你一个人有法多找五十个举手，啊一个，三十个举手，啊是老弟，十个举手，十个以下举手。您简直开我玩笑呢！啊，你无人，啊，跟他讲好，啊，跟你一个人，以前出事到即马，朋友才十个尔，不对吧？对不对？过来，你也讲吼，好啊，北中南造势活动，啊，车子上村，车子什么人出？你拢唔敢讲你吗？那我们刚刚讲呢，那咱台湾民政府出好唔好？台湾民政府出也唔好，啊叫你出，我哋唔甘，安尼变喏。叫美国出好唔好？叫别人死拢好。你放心啦，我当秘书长，我会去想办法啦，一定好每一个人来参加，但是呢。那服务无周到，你们不能怪我，安尼好唔？含这你哦，你都不敢讲呢吗？刚话各位讲，
即我们从现在开始会来规划台北、台中、甲高雄一场。咱可能会为台北开始办，还是为高雄开始办？我们在做评估，评估以后再来决定。啊，这标题是啥？欢迎美军返回台湾。美军回来台湾，你免烦恼，因为我给你保证，即马开始可能媒体会开始唱反调。哦，美国人哦，乱卖哦，琉球哦，强奸女孩子哦，这报纸你一定看得到。你知影琉球专日本啊，带偌济美军？差不多18,000美军啊。18,000美军，你敢捌听到美军逐天伫共强奸呢？捌无？捌来举手，啊，唔捌来举手。啊，没有听过，有啦。你讲没有听过，迄是咱听人讲，迄是唔对啦，有啦。但是呢，卖讲美军强奸女性啦。你台湾人、中国人，嘛伫强奸女性，干毋是？你啊看最近报纸了一下捡尸活动。检视上面叫检视，你知道？尸体捡等于引刀啦、啊。你听有无？听无的举手。啊，听有的举手。哦，拢听有好啦。台湾嘛，你发生啊？对不对？所以呢，我相信美军也要入来吼，媒体会反对，中国也会反对，但是不要紧。我们只要强力要求美军，你应该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回到台湾来军事占领。美军若入来台湾，甲各位讲，各国后壁迄步就是啥，予咱台湾变作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到底是要含日本天皇，诶，这个日本政府变成一个 Commonwealth， 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们到时候再来讨论，到时候在座这些少年呢，都应该起来了。我们得到政权以后，我们希望我们政府里面有三班制：老年、中年、青年。少年是不一样啦，青年三班制。所以各位，大家都有希望，大家来共同来替台湾打拼，好不好啊？文秀明天点招以后，各国就是政治局跟事务局，政治局跟事务局就是等于内阁一样，在内阁开始要来摆啊。所以你若还没有机会加入政治局、事务局的，你可以跟你的州长讲，或者你自我推荐林组长，林组长的电话就是咱的官方的电话。你没有我们官方电话了，请举手。没有，来，林组长跟大家讲，你的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是几号？还有干单不？0335563363，还有干单不？0335563363。你们要自我推荐，我跟你讲哦，你要靠州长给你熟悉你啊，还是要靠那个郡守来熟悉你啊？恐怕不太容易哦。有当时啊，我感觉这边的点招的出席率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上个重要的原因在哪？你的电话号码不对的，尤其是第一期跟第十期的啊，那个电话错误率啊太高了。啊，罗伯，我马上就了解了，因为恁惊中华民国甲你注意，所以老的电话号码拢记。啊，是有够戆呢！我是怎样？台湾人哪会这样戆？你都敢来受训啊？你个用到迄个假的电话，啊，即摆假的电话留落去吼，啊，即摆简讯要拍你哦，啊，拍你袂着呢。那这边你无直接接到我们中央
办公厅的简讯或者州里面的电话的，请你举手。两个，啊，你安来知影？哦，同心跟你讲，所以各位互相中间也要多联络啦。我阁讲一摆，为2006年的10月24日，控股美国到今日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台湾民政府的人员被中华民国处分或者是处罚，你免烦恼啦。啊，若要处分、要处罚，老早就处分、处罚了啦。我为上好到今日，还阁同款，徛丁丁伫这个所在，甲大家讲话，这没有问题啦。迄张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内政部发予你的公文，甲你讲台湾民众不是非法组织，你有看无？看看你身躯顶啊！任何人甲你要甲你找你的麻烦，迄张摕出来就好啊。甚至有个人开车挂咱个红牌，警察个查落来，伊拢免讲话。迄张摕我看，看看鼻仔摸了伊就离开啊。搁一点真要紧，听清楚。恁现主席无美国国旗的，请你举手；啊，有美国国旗的，请你举手。好，啊，有挂出来，请你举手；啊，无挂的，请你举手。好。你家己看就知影，我阁甲你讲一摆。你把美国国旗挂出来，我给你保证，警察人员、国安人员、调查局人员都不敢进到你家。因为我不是吹牛，我阁甲你讲一摆哦。我直接说起，当着我们的电视来电直接宣布哦，你把美国国旗挂出来，警察人员、中华民国警察人员。国安局人员、调查局人员不敢进到你家，为什么？因有一个命令，把所有警察动员讲，凡是挂有美国国旗的地方，警察不可以进到里面。伊若要去领导，伊若要去领导，伊要换便服。啊，问你讲，啊，我会当入去无？咱的美国旗挂伫楼卡，咱边仔就是派出所。伊若要来找咱，都一定打电话。秘书长，我可不可以换便服到你那里聊聊天？我可以啊，你就是穿着制服也可以。伊嘛讲，哎，没事呢，我们上头有规定。各位，迄个旗啊是你的护身符呢。迄支美国国旗是辟邪的东西呢。除了着迄支美国国旗以外，我希望你，我若挂咱台湾民政的旗啊，美军入来时阵，你要两个旗子都出来呢。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美国人入来以后，台湾有几下的台湾民政府陆续出现。我的初步的估计，上无有10个啦，甲15个。但是各位，我要问你，美国会相信哪一个台湾民政府？哪一个？咱啊，对不对？谁来咱？因为咱控股美国，我们是对口单位，这简单啦、啊，唔是我啊，我会记你哈、啊。有人讲讲啊，啊，秘书长，你控告美国，对不起。我是代表各位控告美国政府，我代表的是台湾民政府。咱控告美国，我们是美国的唯一对口单位，所以美国一定要坐下来跟我们谈。啊，简单不？头脑小想诶，头脑小想诶，无管伊现主席有偌多诶政治势力，国民党也好，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也好。你讲嗯，安尼美军一半，嗯，啊，政权我买单分一半，对不起，卖光分一半啦，连一位我们都不给他。伊那边会使哩来受训，伊那边受训，即马是你的学弟学妹啊呢？因为即马甲第几级啊？81，80啊啦，对不对？
我老早以前有讲过哦，我请一百期以后，遐人就乖乖收入来，绝对不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甲六月要发行中华卡，咱像我一年前就甲各位宣布啊，即马开始安怎，逐渐的伊开始伫酝酿，你敢无注意吗？哎，免烦恼。有诶，有人会讲，伊讲伊即马户政事务所，好好诶户政事务所，竟然然后甲修改，不要紧啦，因为日本人甲咱讲，日本政府讲，你们不要烦恼，所有土地诶资料，所有的户籍资料，我们日本当年从台湾离开的时候，整套带回去日本储藏起来。所以你免烦恼，烦恼讲吼，你祖先的财产会无去。你只要在台湾民政府，这些资料拢拢有滴咧。漳州市电视的消遣连战，讲伊为日本人的财产共霸占，共变作非法，变作合法，啊，变作引导的土地，即马拢卖讲起来。尤其是我，我有跟咱的所谓干部讲过，咱这个时阵少说话，多做事。啊，要做什么代志？宣扬台湾民政府。各位，咱会当来合作，来宣扬台湾民政府，好唔好？好。啊，有影会举手，那无影会安那？哎，恁家己讲哦。我是讲实在，我没有在开玩笑呢。所以你若无台湾民政府机啊，拜托诶，花一点钱买一支机啊。有一天，全台湾有四五千个机啊，美国机、甲咱民政府机啊，拢挂出来的时阵，美军就是进来的时候了。坦白讲，我们的点招，到今麦为止，恐怕。在两届、三届以后啊，恐怕不会到达四千人，大概是三千多，甚至不到三千。而且不要紧，是安怎？因为无定是天意，这一千个名额啊，要留予军手。咱有五十个军，有一百五十个军手，每一个郡守总有你的助理，总有你的分身。咱即摆要规定军秀要有八个分身，那八个分身不能够从州里面去共救，安尼州长会气死。啊，你叫你，互你去考军秀，你若为遮来，你共救人，自己去发展。拄啊开始的时阵，在军秀，我们没有分成正副郡守，但两个月到三个月以后，你的表现怎么样，我们就会分。军秀平均一个月才要按了两届，要回来中央。当然，我知影大家拢按我拼经济，就是国民党所用的方法，互你台湾人巴肚食袂饱，爱去拍拼为家己的经济去拼。但是较辛苦的，没偌久啊，一年之内我们会接到政权。他们讲，那咱的干部大家拢出力等。你也出来等无？你感觉讲没有问题的，请举手。啊，感觉有问题的，请举手。啊，无举手什么意思？好像是局外人呢。大家拢爱举手，我问一摆。你感觉我们接政权没有问题的，请举手。好啦，啊那有问题的，请举手。我是其中一个了，没有问题。讲一句较实的，干那叫你穿一个制服，你就理理人啊，对不对？所以我要甲各位讲，为即马开始，要自我约束自己。恁这边拢有领一本册，家己买啦，唔是领，唔是送你的，我无钱，我当送你啦。台湾战争史回顾的第一册，这本第一册，恁等于拢爱读。
读这本要偌久的时间？一个月读会出来，举手。一个月，两个月读会出来，举手。三个月读会出来，举手。啊，读未出来，举手。你读未出来？哈？上班也要念啊，晚上啊、哦，睡觉之前啊，利用睡觉之前一个小时看嘛，好不好？看三个月，一定看会完啦、啊。啊，无你变借欠款，美国人甲你问的，你用嘴啊开开呢？因为咱过去所受的国民党的教育历史拢假，假假假，骗骗骗。啊，今毛一句所谓的光复节。中华民国的课本，小学课本拿掉啊啦！你敢有点啊真怨叹？甲即摆才你拿掉，明明的建书，套光复节，你唔免惊讲有黑道甲你强悍啦。台南市的市长，迄个赖清德。因为蔡丁贵教授去将迄个啊，做孙中山的旗，迄个铜像给揪来，伊甲建国讲吼，你赶快给我恢复两个礼拜恢复，啊，无变哪变哪，他咪讲，大家目睭紧紧啊看伊变哪，咱政大各个毕一出，第一个蒋介石的铜像，甲写八字伫顶悬，就是。二二八的元凶，历史的罪人，迄毋是历史的罪人呢？蒋介石甲咱台湾哪有啥物关系？伊是军事政府占领，是美国甲拜托伊来占领呀，他该离开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我阁讲一摆，我无要要求咱台湾民众人去革命，去牺牲生命，唔免。咱大家拢是革命先行者，是不是啊？咱来作为读一个革命先行者长概，好唔好？来，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过一摆。革命先行者。过一摆。革命先行者。会记得，我们不是革命家，咱是革命先行者。我们也不是革命先烈，那先烈就表示翘起。什么人叫你来革命？啊，你要好翘起，啊翘也要死哦！你没有办法看到繁荣的台湾，没有办法看到有远景的台湾。啊呢，你来替台湾拍拼不好。咱今嘛要要求国爷，按照咱台湾民政府所讲的代志去做，一步一步去做。你唔通学一小撮人，学两天。诶，法理啊，就认为讲伊拢捌啦，伊就要创一个什么台湾政府，要创一个什么物件？你来看卖啊！台湾政府，台湾那要搁有政府，美国军事政府那要搁伫咧，就只有台湾民政府啦。很简单的道理，只有日本天皇存在，大日本帝国就存在，这法理啊！国共一拜，只要日本天皇存在，大日本帝国就存在，就简单了。只要美国军事政府存在，台湾民政府就存在。当有一天美国军事政府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民政府才会变成台湾政府。现主席台湾管理的话是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当局。管理当局，台湾是一个当局，是各位，中华民国开始的改变啊！中华民国的网站内底已经将“中华民国”四个字拿掉了。你敢相信？你家去网顶遐看，敢那春夏行政院，什么行政院？内政部，什么内政部？头前拢无讲名啊！中华民国嘛真巧，尤其马英九头脑真好，伊即嘛中华民国伊歹讲啊。伊来滴开记者会，伊写啥？写我国。你捌看到迄个我国无？捌无？捌人家就，侬捌啊？我甲你讲，
因为讲福茂啊，啊，什么物件，拢写一个我国记者会哦，拢讲我国啊，奇怪呢，啊，都无记者甲问讲，请问什么叫做我国？咱起码变作我国，你听我，我们这样已经变成我国，中华民国已经变成我国，这是继续去欺骗咱台湾人，去我们骗68年。未当阁甲咱骗啊，因为咱要受法律的教育，所以今日的时间要甲各位搁再一拜，算顶灵也好，拜托也好，台湾民政府一定是我们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最后的一条生路，咱爱甲爱惜。唔通将台湾民政府的名誉改毁掉，共同打拼，好唔好啊？好，多谢各位，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到外面去实战的经验，差不多有60%以上的所碰到的人，大家都还在怕，怕什么？应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怕。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希望我们希望中央哈，能够把我们全省，不是我们全台湾，好，不是全省了哈，我们全台湾的台湾民政府各地的那个 logo， 把它那个。那个用那个 CD 哈、哦、整合起来，然后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把这个 logo 全部都放给那个我们要成全的人哈、哦，他们看到了之后，哇，全台湾各地都有，所以你们不用怕。我昨天有到那个228去，我说的是我们这个 mark。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认可，在美国注册的唯一的台湾的标志。我说台湾的标志，我不敢说我们台湾国的标志，在很多那个经济迄个啥，像便利人员之前、啊，我都这样子想。好啦，你要讲台语，你们讲台语，啊，讲安尼打嘴机，我两边听无。这个代志哈，希望中央能够重视。我们把这个 logo 都换给那个人看的话，哈、啊，好，阿伯啦，阿伯啦，阿去做谁啦？免谈论。换给他们看了，好啦，好来，我跟你讲哈，咱明仔滚秀的之类啊，做点招哈，就是要伫全台湾50个郡要设办公室，所以尤其是4月28号，迄、那个 logo。报纸正大诶，报纸诶头版，敢若咱个 logo 伫顶悬，就是要互咱台湾人拢知影。我们不选举，搁讲一摆，咱无要选伊中华民国诶旗，绝对不选。所以你免烦恼，各位，今年你若去参加选举，一定会被我们开除，因为咱讲个真清楚，你没有办法影响别人，你至少你家己爱遵守。因为那是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咱无必要去参加伊中华民国选举，安尼讲对不对？对。所以他拄啊，这个同心讲的，伊讲大家你惊，免惊啦，遮久啊，搁你惊，无定是已经迄胆无去啊，甲补一个胆去，免惊，我讲一摆，免惊，一切有我秘书长徛伫头前，我后边搁有美国，除了讲美国倒啊，还有人遮你惊，遮来惊。啊，还有代志无？好，电话就是监听，你嘛唔知影。爱要监听，回去监听。伊甲咱监听，美国甲伊监听，你烦恼啥？你听我意思无？伊甲咱监听，啊，美国甲伊监听。我从来不害怕我被监听，因为我也无要讲什么其他的代志啊，对不对？啊，各位，搁一点哦，各位的私生活，大家要注意哦。男男女女，你们的私生活要注意哦。除了钱，唔通去
去读，唔通去贪污以外，你们的私生活要特别检点啊，好冇？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感谢几百人参加这点招啊，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谢谢。请各位同学记得把椅子收到桌子上，好像不用收，算了，收到桌子上，谢谢。你没有帽子跟徽章的人啊，请到楼下。